大家好，我是咪咪。我是咪妈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我是小孩，我有话要说。本书内容改写自儿童权利公约，文林真美，图是以下这几位小朋友一起画的。人人生而平等，不管我的父母是谁，不论我的国籍、肤色是什么，我用我的语言、我的宗教信仰、我的文化，以及我出生是贫穷或富裕，我是男生或女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样的权利。所有的孩子都是大家的宝贝，应该得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爱护与尊重。我有权利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是关系最密切的人。在家人的围绕下，我们一起体验生命中的喜怒哀乐。当我还小的时候，我的家人会支持我、保护我，直到我满18岁。万一我失去了家人，或是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生活，法律制度也要确保我的权益，让我可以得到其他法定代理人的保护和关爱。大人在制定法律或是决定各种与儿童相关的事项时，一切都要以儿童的最佳利益做考量，请合力保护我们、照顾我们、培养我们、培育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安心快乐的长大。如果我们受伤、生病，感到困惑、迷惘，请伸出你们的援手，尽最大的力量帮助我们走出身心的威胁，让我们可以茁壮长大。我出生之后，请大人务必到公家机关为我登记身份，在记录中要有我的出生年月日、我的国籍、我的姓名、我父母的名字。如果有任何外力要改变代表我的那些项目，我的国家都必须挺身协助，让我可以恢复我的身份，让大家知道我是谁。让我说出自己的意见、想法和感受。不管我几岁，请让我自由的发表，不论是用说的、用写的、用画的、用肢体语言表现出来，请大人们务必仔细看、仔细听，并根据我的年龄给予最适切、最友善的回应。请让我自由翱翔，只要不妨碍到其他人，又没有触犯到法律规定，我可以自由的思想，也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，或是选择不要有任何宗教信仰。如果我想和朋友聚在一起，成立属于我们的社团，只要不妨碍到其他人，不触犯到法律规定，那也是我们的自由。请提供足够、正确、丰富的资讯，作为我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。能多了解社会状况与各种文化，将有助于我与世界的互动。大人不妨多制作儿童读物，让更多儿童有机会接触阅读。对少数族群传播资讯时，也要考虑到那些使用特殊语言的儿童的需要。另外，也要留意让我远离有害的、不根据事实而妄加断论的资讯。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，即使我最亲近的爸爸妈妈、老师、叔叔、阿姨也不行。虐待、性侵、体罚、遗弃、剥削我们的大人必须接受法律严重的制裁及社会严厉的谴责。请不要让我卷进任何一场战争。如果我不幸被迫要离开自己的国家，当我抵达另一个国家，很可能当下就变成了难民。如果我成为难民儿童，基于人道，
国际社会必须优先提供对我的照顾。若是我与家人分离，各国社会也要协助我，让我及早找到家人。如果我失去了家人，我的母国或我所身处的国家都必须负起保护、帮助我的责任。要是我的身心发展有障碍，请让我跟大家一起快乐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学习，在同一个场域合作，并享有平等的对待。为了我的健康，国家必须提供最好的医疗资源给我，大人必须努力降低儿童的死亡率，并且要尽可能让我远离疾病。对于生存所需要的那些衣服、食物、汗水都要确实提供。另外，对于环境污染也要戒慎恐惧，让我和其他的孩子都能活泼、快乐、健康的长大。我有受教育的权利，大人们要教我读书、写字，为我打开知识之门，让我能适切地发展自己，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身心健康、人格与才能兼具的人。另外，也要培养我对人权和自身文化的尊重。对于不同文化、不同语言和不同价值观的人，我们也要透过教育学会包容和相互理解。还有，请教导我认识地球，让我学会照顾地球上的花、草、树木、河流和海洋，因为那是我们未来赖以生存的家园。请给我做自己的自由，如果我累了，就让我休息。我要有闲暇去做符合我年龄的游戏和娱乐。我可以自由的看书、画画或运动，并参与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活动。我有隐私权，只要没有触及伤害生命或违法之事，我都有生活不被打扰及保有秘密的权利。未经同意，没有人可以任意进入我的私人空间，或是翻看我的私人物品。即使我是个小孩，父母或老师也不能这么做。我的日记、书包、信件、手机、电脑都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尊重。没有人可以任意揭露我不想被人知道的事，甚至因而让我受到伤害或是羞辱。大人不可以利用儿童做非法的事，例如，大人不可以利用我赚钱，不可以逼迫我从事性交易，不可以诱拐我，不可以把我当商品贩卖，还有要让我远离毒品，也不可以利用我从事毒品交易。对于这些心狠手辣的大人，必须订定法律并加以制裁。如果在我18岁以前触法，大人在处理相关的事宜时，仍要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考量，特别处理儿童触法相关事宜，例如禁止拷问，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。在审理期间，应采无罪推定。如果我们有人必须服刑，也要尽可能缩短刑期。当有人失去自由的这段时间，大人也要尽可能的好好对待他们，并给予适度的开导。我是儿童，我有权利。撰文作者简介：林真美，以及绘图作者的简介：陈杰浩、徐思宁、王春子。陈银凡、苏雅纯、谢碧慧、钟义珍、南君、陶乐蒂、黄玉清、王梦婷、黄一文、达姆、林伯廷、潘嘉欣。
以及周建信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米米与米妈的不可探险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。